接下来我要出门补我的蛋糕库存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居然没有，没付到掠夺，掠夺三在这里。好了，可以再去一次了。杰克爱棒棒。有时候觉得你们好恶心又好恐怖、喔。那我不就今天都要跟在哈基旁边了？虽然他上次杀了我，就不用怕了。他杀我那一段比较偏中后期了，所以可能还要再两集才会看到那一段吧。然后烈焰感好像不能拿来交易吧，就是做多了只剩下酿造用而已。为什么在哈基旁边？哈基穿女仆装欸，就看着他动来动去走来走去啊。然后他规定说他不能穿金装，有没有？嗯，走哪边下去？这里。哇哇哇！会不会太近？爆头！哎，是，请说。小院怎么是？身在上面哦，我回去应该带方块的，没带方块，这边都要绕路的。哦，然后这时候觉得很少吃的真的是很垃圾，不小心会到猪人，就换我GG。
如果这一集在哈基旁边，你就可以把全部剪成 U18，你就可以把全部剪成片段后，然后一段都发出来。你是说啊，就我的记录档而已啊，我的记录档就是分成一步一步的啊。在想啥呢？我们究竟会在八点前打到一颗头颅嘞？哎咻，哎咻，没错吧？有掠夺，里面也有对不对？其实如果我要真的要刷凋零骷髅，这个也要拆掉、欸。我不拆掉的话，会是生烈焰神。啊呜！所以请问我要怎么上去啊？走这里啊，走这里，这完全都要绕路欸，我一定要把方块带过来重新补。哎，觉睡过后，现在才啊，好羡慕哦！我也好想睡午觉哦。还是我可以继续挂网，然后去买喝的。虽然医生还是叫我多喝水啊。可是水喝太饱会很想吐。我应该把凋零平台改在这边吧。这个是完美的啊。这边是完美的凋零神怪平台。那只是说旁边这边要压制一下。下面也要压制一下。然后这边就完美了。那时候不知道凋零平台怎么盖，就瞎鸡巴随便找个空间就盖了，然后效率整个超级差，就啊，
出来了，凋零骷髅头。往三楼的路是这里。哇哦！请问身在那上面是怎么回事啊？请问一下，你身在上面是有何居心啊？哦，你是塞在这里哦。啊，对啊，你塞在这边有何居心？哈。高。Hello， 那我知道娘很啊，还要打龙岩史莱姆哎。先做一些抗火药水，然后在这边铺平台，不然会死人。或是我们去附个火焰保，欸，可以洗火焰保护吼。那个可以洗火焰保护的书出来，然后就理论上不会被烫死了。可以站着跟他撸，撸撸撸。欸，我可以拿锋利的斧头，然后副手拿掠夺，怎么好像押韵啊？锋利斧头，副手拿掠夺，然后这样去砍凋零头，或是不死克星五的斧头。哎呦，是不是听起来就很不错啊？
欸，也不对啊，头跟 O 跟 O 音不一样啊。你看这样子，我们就有碳的来源了，就可以跟铁匠交易了，是很棒啊！哦，刚才提到你就出现了，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哎、欸，阿郎嘞？没？哦。脚麻了，不然就是要找史莱姆生怪平台，把史莱姆的 chunk， 所以到底念 chunk 还是 chunk 啊？我其实不会念，然后那时候是听人家的发音，我跟着学。然后才发现说，好像那个人一开始就念的是不对的，那我还跟着念，念不对这样子。哦 ，C H 不是念呛吗？然后怎么一直念创客？哎，哦。哪里？这卑鄙小人在头上偷射。46分，还有机会再多打一个吗？你走到这边，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其实有点反胃，刚刚吃饱直接去躺，我搞不好。又快胃食道逆流了啊，可怜呐！没有，可怜呐！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有谁？听到爱安安装。韩文安安，还有都是新面孔哦。搞不好这身装备都可以打龙了，我还不去打。
等一下哦，哈基其实有抛个东西，我要过去看一下。哦，新的 IP 哦，待会要挡一下画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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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心里的喜欢。哎，有了，打到了，我们可以打凋零了。冯静贤安安，可以叫你装就可以了，没可能。没有，那是因为我在看其他，因为字太小了啦，因为我怕叫这种装韩敏。其实一直在看台，哦，其实你都有在看台，只是没有出声哦。啊，你要出个声啊，因为其实最近有些观众都是 FB 才开始看的 ID 啊，那些我已经开了快三个月了吧，就蛮常看到 ID 就自然记起来啦。Me too， 哦，再不讲话啊！看一下哦，这边坐标67，哇，也还好哎，因为其实头上如果是鸡眼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头上打。还有十分钟，我们去头上打一打好哎，我好久没打了哦，做个活塞去打好了。然后木棒，30个不够，33个不够。跟红石，铁，红石，木材，然后活塞，控制杆。好了，万事皆备。还差灵魂杀。什么？我在 YT 播过吗？有啊。我没有吗？
欸，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我这样下不来。不要演讲，不要演讲，不要演讲！不可以有演讲哦，有演讲我会死掉哦。54分了。我其实没有，我已经忘记怎么打凋零了。这边可以吧？